的职业是整形美容设计师。不瞒你说，我是站在稍微有一些不理解的那个角度上。两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一等奖。坚持了101天，写了101个故事。你自己唱一下。坑我呢？开门大吉。这里是由正宗王老吉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开门大吉》，一档零门槛参与游戏互动、轻松实现家庭梦想的益智游戏节目。我是尼格买提，欢迎各位。在我这里，你不需要能歌善舞，你也不用死记硬背，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按响门铃，打开大门，惊喜和快乐就在门背后等待你。好了，为即将上场的各位选手加加油，实现家庭梦想，一起开门大吉。马上上场的这位选手，他的名字叫银影。哎，他的家庭梦想是什么？能否实现他？我们拭目以待，掌声欢迎他出场。小林，你好，欢迎来到开门大吉。姓，哎呀，太帅了。警察叔叔好。小林哥好。是，其实我来自广西柳州。广西柳州。对，你是一名协警。哦，那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呢？我的家庭梦想是，我想希望带我的前女友去韩国去旅行。前女友？对。还保持着联系？已经没联系了现在。哦，那你的现女友对这个有什么看法吗？我现在没有那个。哦，那还行，那还可以。哎呀，我这有点转不过来。没事，咱们先看看你能不能打开大门，能否实现家庭梦想，好不好？行，好。要不要换一身便装？可以，好不好？好，来来来，实现家庭梦想，一起开门大吉。你想抢先选手一步揭晓门后的秘密吗？你想用智慧实现自己的家庭梦想吗？快拿出移动设备与我们一同欢乐吧！中国电视首次采用二维码实时同步互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与节目同步答题，赢取家庭梦想。你准备好了吗？如果你今天能够挑战成功，就会获得由正宗王老吉为你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吧！第一扇门，请按响门铃。不用再听完了，只听了7秒。我觉得我心里边已经有一个答案了。这首歌应该是那英的《一笑而过》。到底对不对？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不要把脸藏在月光背后，有谁在意我们的生活？坐在安静角落，该为这一刻找个解脱。不要你眼里伪装的内疚，该是自己幸福的时候，静静的想一想，谁会追究可以的温柔。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的贪婪，我爱的懦弱。眼泪流过，回忆是多余的，只怪自己爱你所有的错。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的贪婪，我爱的懦弱。眼泪流过，回忆是多余的。
迎歌手石头。好的，恭喜莹莹，第一扇门咱们打开了，你获得了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我想问你啊，这那么多地儿你不去，你偏要带你的前女友去韩国，为什么去韩国？她就很喜欢看韩剧。哦，喜欢韩剧。对，很喜欢韩剧，然后尤其是特别向往韩剧里边的那种很浪漫的爱情。啊，很浪漫的爱情。对，就是希望到这些韩剧的拍摄地去感受一下那种浪漫。对，是吗？是，希望你今天梦想成真，好吗？谢谢。来，莹莹，第二扇门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请按响门铃。别那么顽皮好吗？觉得应该是英文歌曲。英文歌曲，对。When you believe， When you believe， 对。确定吗？你听出来了吗？确定。那我们来试试看啊。行。第二扇门，莹莹的答案是 When you believe， 到底对不对？来，全场的门们伸出你们的双手，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In this time of day, we've played so often losing words. Hope seems like there's so hard to still believe run away. And now I'm standing here, my heart is so full, instead it's there, seeking when I'm speaking what I never thought I'd.谢谢，谢谢艾伦给我们演唱的这首 When You Believe， 恭喜你获得了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好嘞，我特别想在你闯第三扇门之前，好好的先了解你一下，就是你在这个，你是协警吗？对，你具体负责的是什么工作？我负责的话就是我们派出所一般的日常的治安案件的一些工作。会有危险性吗？有时候会有任务，有抓，特别是有抓捕任务的时候，就一定会有危险。行，第三扇门，请按响门铃。这个你应该没问题，这没问题。它是韩国的一个电视连续剧《对不起我爱你》这么一个连续剧的主题曲，就是对不起我我爱你，对不起我爱你，对不对？对。好，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
对不起，我爱你。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这个电视剧你刚才说了，你陪女朋友看过吗？对，我跟她看过。然后的话就是，我跟她看呢，其实还有另外一部啊，对，还有另外一部叫那个是浪漫满屋啊 ，Rain 和那个对宋慧乔演的，对是。然后就是看了，哎，我是不是也老看啊？感觉我没事也老看，嗯。然后就是我跟她看完这个连续剧完了之后吧，我就我做了一件事儿，嗯。我做了一个就是现在咱们就很流行的叫 DIY 的一个小屋，然后就送给他，是这样。看完浪漫满屋，自己做了一个小木屋。对，你的同事们怎么说？当然这些都不能让他们知道。为什么？会觉得你特别的是。好了，莹莹，继续开门。好，第四扇门，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这就是爱。如果爱，如果爱，到底对不对？全场的朋友们，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如果你当时明白，后来的生命是快乐还是悲哀，特别在夜深人静时想起的未来，是否你已经不会像现在，只是因为你拥有的爱。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以温柔灌溉。不爱呀，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奔波的心，流过的泪，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如果这就是爱，如果这就是爱。谢谢华帝，谢谢华帝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如果爱》，也要恭喜莹莹，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怎么样，什么感觉？哎呀，抱一下，谢谢谢谢。你看你今天真的是一开始到现在一直让我们觉得特别的疑惑，前女友前女友带前女友出去玩，前女友，我觉得你该给我们一个答案了，为什么你们会分手？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女朋友吧，她就是生病了，生病了，而且的话是很严重的，很严重的病。他家里边人，他母亲，然后呢就出面阻止了我们。我觉得特别理解女孩的爸爸妈妈，因为此时此刻他们是世界上最脆弱的父母，他们再经不起任何的伤害了，他们不知道这个男人他到底能对他的女儿怎么样，他女儿是否还能经得起二次的心灵上的伤害，所以他们宁愿给女儿织起一张网，甚至说给女儿罩起一个玻璃罩子，好好的把女儿保护在他们的怀抱之中，不许任何人侵犯。所以我觉得你应该理解他的父母，是吗？是的，对。好，那我们就努力，掌声送给我们的莹莹，加油，谢谢。第五扇门，它是一个新的挑战，就像你人生当中一次一次的过关斩将一样，你准备好了吗？我觉得就是我还是坚持我那样的一个信念，就是不管这一扇门是不是能够打开，我依然会走下去。第五扇门，请按响。
文玲。我选择求助，来吧，钟群，我们求助了。看你的。啊，压力越来越大。我真的不知道。小尼可以有提示吗？我觉得这一首歌它的困难程度不是一两个提示就能够帮到他们的。我的感官来说比较冷门，不知道。好，眼影，看来只能你自己孤军奋战了。现在你告诉我，你最后的结果是？我只能想到一首，就是当我想你的时候，当我想你的时候，对，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啊，这是我最不希望看到的结果，但是。我倒觉得任何一种结果我们都应该去面对它，就像我们在人生当中和各种各样的人擦肩而过，我们必须要有勇气去承担任何一种结果。最重要的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至少走过了这一段路，重要的是陪伴我们走下去的人。是莹莹，还是不知道这首歌是什么，那不妨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正确答案好吗？好，来，请皆是。谢富宇给我们带来的这首《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是汪峰的一首歌。说实话，让我猜我都不见得能猜出来这个，确实有点难度。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名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只要有爱，它就一定有伤害。你不能因为爱情会有伤害而去回避它，去逃避它。但是很遗憾，你之前积累的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清零。就像你自己说的，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努力的过程。谢谢，谢谢张明哥，掌声送给莹莹。王老吉开门大吉，感谢每位观众对于开门大吉的支持，在场的每位都会获得由正宗王老吉为您提供的红罐凉茶礼盒一套，谢谢大家。很多人都说美丽是女人奋斗终生的一项事业呢，接下来这位就是如此，掌声欢迎旭晴上场。鸿运当头，哎呦，旭晴，能帮我做一下自我介绍吗？我是旭晴，我的职业是整形美容设计师。今天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可以进行现场的咨询啊。那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我是想回到家乡，为家乡热爱这个行业的孩子们呢，免费这个办培训班。来，旭晴，加油，实现家庭梦想，一起。开门大吉。
题。从事的是一项怎么说呢，颇具争议的一个职业或者说行业，很多人理解，很多人不解。不瞒你说，我是站在稍微有一些不理解的那个角度上，我稍后告诉你为什么。我们先来开门好吗？好，第一扇门请按响门铃。彩虹，铿锵玫瑰。这首歌是田震的一首歌。田震的哪首歌？叫《风雨彩虹，铿锵玫瑰》。确定？确定。来，到底对不对？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谢谢许杰的演唱，恭喜你获得了1000元的家庭梦想金。耶、yeah! ！哇，还挺熟的，对我们这个规矩啊。开局不错，接下来再接再厉，第二扇门请按响门铃，加油。这首歌啊，日出嵩山啊，就这个。哎呀，这首歌是少林寺的插曲，其中那个这个插曲叫《牧羊曲》，一部经典的电影的插曲。对对对对，牧羊曲，牧羊曲，牧羊曲。哎呀，观众都在为您喝彩，觉得对了吗？对。那我们来验证一下，第二扇门，这是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到底对不对？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哇，日出嵩山，晨钟惊飞鸟，林间小溪水潺潺，再次掌声送给他。哎，一首牧羊曲是多么的动听啊，我觉得这首牧羊曲它给我带来的感觉就是特别回归本质，很质朴的一种情愫融入到歌曲当中。是，让我们恭喜曲晴获得了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耶，哇，您听出来我刚啥意思了吗？我觉得一首歌啊，它最本质的状态是最优美的，最好听的。你要给它稍微加一点旋律啊，加一点花活啊，又重新的构造一遍，重新编曲，反而它会失去它最原本本真的原汁原味的那个味道。我觉得这个真的，您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是另外一个意思吗？到底是啥意思，一会儿跟您好好解释。但是我现在特别想知道的是，您今天的亲友团来的都是我的弟子，学习整美容整形的弟子，对对对对，他们也来了是吗？是，来连线第二现场周群。好嘞，小妮你好。我首先注意到的是我身边的这位帅小伙儿啊，但是你整个的风格又让我觉得这个阳刚当中透
透着妩媚，你先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大家好，我是刘希子，然后现在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我觉得看到你这个感觉，你又说学戏曲的，能不能现场给咱们唱一段？觉得你看，就论女人味儿吧，你真是稍微有点输给她了。绝对输了啊！哎，我特想问一个不该问的问题，咱们有旭星这样的好朋友，这样一个跟美打交道的专家，你们几位这么漂亮，是不是？当然我们都是旭星老师一手打造出来的。我觉得我得问一下现场的观众，你们对于整容这件事情怎么看？而且我相信是男女之间的分歧应该还挺大的，有没有特别反对的？特别反对。为什么？不是变得越来越美不是好事吗？自然就是美嘛。那万一我要是自然不美怎么办？自然本来就美啊，是吧？有特别支持的吗？我觉得就一定要那边。我有一个朋友原来说过，说女人一辈子最不重要的就是容貌，因为你的那个气质、你的学识、你的性格，全部都是你自己才能完成，别人是没有办法帮你的。只有这个容貌，20万去趟韩国回来，绝对面目全非。我相信对于这个问题真的是争议特别大，您自己一定也面临过诸多不同的看法，相信包括去找您的人，他们自己的观点、他们家人的看法都会产生一些矛盾。我相信这个行业正是在矛盾当中不断的前进，但是我还是有点接受不了。您要是今天能说服我的话，算您牛。但是咱们先开门好不好？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请按下门铃。这首歌应该叫南屏晚钟，确定吗？确定，确定，确定，确定。来，到底对不对？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好，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找不到它的行踪，只看到那树摇风。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找不到它的行踪，只听到了南屏钟。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中。南屏晚钟风飘送，它好像是催呀催醒我相思梦。谢谢韩熙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南屏晚钟，也要恭喜旭晴，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耶，真棒。虽然我特别喜欢您的状态，您的这个性格，但是我说实话，对于整容这件事情啊，我是一直都比较排斥。因为我之前有一段经历，是我曾经去韩国玩的时候，我住的那个酒店旁边就是一个整形医院，然后每次等电梯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些女孩啊满脸都裹着纱布，
就跟被打了一样。我就觉得天哪，你遭这个罪你干嘛呢？我觉得父母给你的这挺好的，你何必去整容呢？其实你是因为不了解，所以呢你一直就，我觉得你排斥。比如说现在洗牙、你发现没，洗牙的人多不多？啊，多。对呀、跟洗牙是一样的嘛。啊，就是说它的这个性质是一样，只是程度不一样。程度不一样。还有我发现了你戴美瞳了，对不对？没有，我没有戴。跟你讲，就跟戴美瞳是一样的程度。我没有戴美瞳。跟戴美瞳是一样的。对对对，只不过就是对你的外形有所改变。没错，但我觉得它至少没有对我身体造成伤害的风险。对，就因为第一，人恐惧的是很痛苦。对。第二，不安全。第三，别做的不如现在。对呀、那就惨了。那万一呢？对、对对对，万一我整完以后我还不如现在好看呢。对，所以有句话就讲说，整容啊做不好等于毁容。对，真的是这样。这句话现在我真的深刻能理解。有的人你看啊、单纯做个眼袋外翻了，真的好恐怖。你看你终于站到我这边来了。没错，是吧？对对，我能理解。所以你一定要选择安全式的方式，能不手术就不手术就 OK 了。我跟你说，我还能反驳你。嗯，我特别强烈的感觉就是，整容它能上瘾。我身边有很多的例子啊，他比如说不满意眼睛，整了双眼皮，整了双眼皮发现这个双眼皮跟自己的鼻子不太匹配，那把鼻子给挺了。挺了以后觉得哎不行，得打个苹果肌。哎，打完苹果肌觉得这儿起来了，这里下去打瘦脸，打完瘦脸觉得这儿短了，下巴再垫一层，下巴垫完觉得说嘴唇太薄了，再封个唇。哎，我还挺了解的啊。对，反正不管怎么样，我就觉得说这是成瘾的。其实我觉得啊，这个整形应该做整体设计。第一呢，首先你要看轮廓。第二呢，你要看这个人的立体感。立体感。对，嗯，比如说你这么帅，绝对是立体感非常棒。这你不用说都能看出来啊。对。然后第三呢，你要看局部，你知道吗？对。所以呢，你才能谈到局部。嗯。第四呢，你要看年长的人他这个皮肤啊，这个松弛度。第五呢是饱满度。饱满。所以我觉得这五大概念才能让这个人这个整体看上去才协调。好了，因为我觉得你要再说下去，你都会说服我去你们那儿整个容什么的啊。那赶紧咱打住，第四扇门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咱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请按响门铃。俺自信呐、这首歌是从头再来。嗯哼，我们先验证一下从头再来到底对不对。全场的朋友们，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后面唱的这首《从头再来》，恭喜旭晴，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耶，这也太帅气了吧！为什么你刚一直说这个歌跟你有点关系？我对这首歌这么有感觉，是因为我觉得真的这首歌对我来说是一首能量的歌，激励我的歌。怎么就激励你了？我呢是在2000年。我在我黑龙江省双鸭山市，然后具体一点叫集贤县，我当时是在那里努力了10年，然后我做到家喻户晓。
然后2000年那一年我去了大连创业，然后呢我到了大连，你知道到了大连啊，我连矿泉水我都舍不得买，努力了一段时间我又到了北京，因为大连没实现我的梦想，又来到北京，而北京呢我又住地下，我觉得这一路过来啊，让我觉得真的每一天我都唱这首歌，给自己唱，给自己打气。对，没错，每天我都唱这首歌。哪句歌词最能够打动你？第一就是只不过从头再来，第二个真的心若在梦就在，只要我们的心那颗初心还在，而且梦想就不在。对对对，而且那个时候我记得啊，就是我一旦当我自己需要坚持的时候，我就唱这首歌。对，真的是这样的。那我就更加明白了为什么旭晴来到开门大吉，他的家庭梦想是为了喜欢这个行业的人，帮助他们去完成自己的学业，是让他们少走几段你走的那些弯路和苦路。没错，没错。其实我那个时候是我上山啊捡木耳卖的钱，然后变成了学费，然后呢才有今天。我觉得你那个时候虽然没有遇到所谓的贵人，但是你自己就成了你自己的贵人。没错，不断的激励自己，真是这样的。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行业，不管是做什么样的事，我觉得我们要有这样的一颗心，能维持自己的初心并为之奋斗，这个很难，但是我们必须去做。好了，旭晴，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了5000元，咱们要继续走，还是拿着5000回家，见好就收？我觉得你应该毫无疑问要走吧。坚持，坚持。来，请按响门铃。命运不是那碌碌，要挣脱那精神。哇，就这首歌。这歌也挺励志的。我听的歌，我觉得都比较激励一点。对对对。所以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命运不是碌碌》。我们来验证一下，到底对不对？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谢谢周莎给我们带来这首《命运不是碌碌》，要恭喜旭晴，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哇哇，太棒了，太棒了！特别喜欢您为自己的命运奋斗的过程，为自己的梦想奋斗的过程，感染了很多人。但是即便如此，我还是很抱歉，很抱歉的要告诉您。您还没有改变，我还是觉得说一个人的美我真的这么认为，一个人的美是我们老说相由心生啊，你心灵美，你自然的你的外表也会变得非常的和善和美丽，您说是不是？你刚才讲的是面由心生啊，其实我觉得美丽它不是终点，是起点，所以我觉得这个自信来源于你的内在，你的内在也是通过你的外在去调整的。哦，就是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没错没错，有了外在就有了自信，有了自信就变得更加美丽。没错，是这样吗？是，明白了，怪不得我这么自信。就好了，开玩笑啊。您觉得我身脸上应该，比如说如果做出改变，比如说啊，你看你的额头，想好了再说、啊、不你看你的额头根本就不用动、哦、非常非常好，天庭饱满。对，地格呢就欠了点，怎么呢？
是因为你看啊，这个小尼兄弟这个胡须留的就很特别。嗯，那你为什么这样留胡须呢？是想，因为男人的线条就应该直线条嘛，为阳刚嘛。嗯。所以呢，你底下稍微圆润了一点，但是缺少这阳刚，缺少这直线条这感觉，所以你把胡须留出来。太了解我了，真的。好多人都不理解，说小妮你干嘛老留胡子呢？对。我真的是因为我的脸太圆了，稍微得有点变化。对。哎，你就是下庭，我觉得再稍稍调整一下。嗯，好了，接下来您要做出一个决定了，第六扇门。1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您是争取一下呢，还是见好就收？我是这样想的，因为我上次呢出去免费培训的时候，我需要有一些费用嘛，还差不多不到10000就够了，10000够了，对，所以您就不要继续前进了，对对对，也没有用求助，我觉得够了，真的够了，只要够了就好了，所以您的选择是放弃是吗？放弃，好，够了，恭喜旭晴，获得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在这里要感谢正宗王老吉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王老吉开门大吉，怕上火，认准正宗王老吉。欢迎收看由正宗王老吉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马上要上场的这位选手，他的梦想能否实现，我们一起见证。掌声有请屈伟伟。你好，你好，欢迎你。你好，大家好。做一下自我介绍。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屈伟伟，我今年18岁，来自山东威海，然后现在是复旦大学大一的一名学生。屈伟伟呢，他真的挺出色的，他曾经获得了2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一等奖，大有可为啊。不敢当，不敢当。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可能在这个台上不是独一无二的，就是说能够带着我的爸爸妈妈一起去旅行，但是说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梦想。好孩子，来屈伟伟，实现家庭梦想，一起开门大吉。请按响门铃。什么歌？这首歌特别的老，我都怀疑你没有听过。你都看出来我是90后了。对的。什么歌？罗大佑的《你的样子》。你的样子，确定吗？确定，一定，以及肯定。来，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我看到远距离谁的步伐，却足告别是爱上的眼神，不明白你是为何的情愿，那风筝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身风的你伫立在茫茫的城市中，的心爱不能容，傻傻的你将心事化进一尘烟中，孤独的孩子你是照顾的恩重。谢谢孙德利给我们带来的这首《你的样子》。你的样子看起来还不错，恭喜你获得了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来，耶！我能冒昧的问一下你是哪年的吗？95年呀。我就觉得说这首歌你对它有什么感觉，有感受吗？看歌的话，我会特别喜欢它的歌词。就我感觉的话，就是三流的歌的话，它的歌词只是流水线上的作品，然后二流的歌词的话，它会讲述一个故事。但是像罗大佑刚才这一首一流的歌词呢，他会渲染一种情绪，然后把我们带到我们自己的故事当中去，所以我特别特别的喜欢。好嘞，伟伟，接下来第二扇门在等待你，请按响门铃。
这个你这是什么感觉？哎，九五后的孩子来了，我得配合一下。哦，谢谢，我还没有这么零零后。啊，这个应该是一个电视剧的《西游记》的插曲，叫做《女儿情》。女儿情，确定？这歌你都听过？这个是小时候跟我姥姥看电视，我爱看，姥姥爱哼的这首曲子，对的。确定是《女儿情》？确定吧，谢谢姥姥给我力量。哎呀，到底对不对？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太阳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一声你儿美不美，你女孩儿美。歌手陈雨琦给我们带来的这首经典的《女儿情》，也要恭喜居委委，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谢谢，谢谢大家。好了，居委委一个非常出色的95后才女，可以这么说，两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的获得者，所以写作方面今天。很可惜没有什么机会能够展示，但是我们还想了解一下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东西。我觉得挺感谢我的爸妈的，因为我讲一个故事行吗？啊，好啊。嗯，就是我小时候应该是刚上幼儿园4岁的时候，然后当时我把家里一个花瓶打碎了，然后我妈妈当时就特别生气嘛，就这样轻轻一下就点了我一下嘛，她很生气。嗯，然后我就当时没发型没换、啊 okay、我就我爸爸回来了，我添油加醋地跟我爸爸说，我说我妈拿着鸡毛掸子从上到下扫我一通，然后我像孙悟空一样翻着筋斗云翻了10个8个，终于逃脱了我妈的魔掌。我的天，就轻轻点你一下你就能够添油加醋到这个程度？对的，对的。然后对我特别特别感动的是，我妈妈当时不是生气我撒谎，她是看到了我有那个编故事的能力，反而之后就给我看很多的书，帮我给我这方面的引导，让我写日记，然后培养出这样的习惯。哎呦，真好！你要发现孩子身上的闪光点，而不是总看到他的缺点，这个事情很难，但是只要你做到了，就能够把孩子培养得特别的好，这一点很好。所以你后来就一直坚持写作？是的，没事就写东西啊。对的，对的。你怎么练笔啊？练笔呀、啊，我觉得这个想要写作的话，机会还是很容易。然后我还是一个会善于给自己创造机会的人。比如说，然后就有一个很虐心的故事。啊，你好多故事啊！我发现。能说吗？可以啊。就是上学的期间，喜欢过一个男生。嗯。然后当时就特别喜欢嘛，少女情怀无处表达，怎么办呢？就给他写东西，然后坚持了101天，写了101个故事，送给他当成一个表白的礼物。一共101篇故事。对的，对的。那最后的故事的结果呢？当然是很悲催的。没成啊。对，没有成功。我觉得绝对是把他吓到了。会被我的执着所感动啊。是，但是是不是有点极端了呢？对，我之后也有反省过这个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虽然感情的事咱没成，但咱的这个笔头是练出来了，对吧？对，当时就想完，成了就好，不成的话就当练习写作了呗。看得还挺开的啊。行，那我们就集中注意力在我们这儿。打开大门 ，OK， 好不好？第3扇门，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咱们走，走起，请按响门铃。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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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老师的歌。陈佩斯。没错。我们的陈老师是陈绮贞。啊，你们那个年代的。是你们那个年代的。什么叫我们那个年代的？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旅行的意义。喜欢这歌吗？当然。我也小清新过。小清，还小清新过啊。旅行的意义到底对不对？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曾让你动心，说不出离开的原因。你累积了许多飞行，你用心挑选纪念品，你搜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你拥抱热情的岛屿，你埋葬记忆的土耳其，你留恋电影里美丽的不真实的场景，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曾让你分心，说不出旅行的意义。谢谢，欢迎歌手李雅峰，谢谢，再次掌声送给他。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积累到了3000元。来，放松多了，不紧张了吧？对的。OK， 对你来说，旅行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旅行对我来说就是打开世界的另外一扇门，因为从一个环境去到另一个环境。你家人对你的旅行支持吗？特别支持，因为是从小我家里是在山东威海一个很小的一个小镇上，就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机会去接触外面的世界。但是我的爸爸妈妈真的是特别想让我去开眼去看更大的地方，他们就会特别的支持我。那你觉得旅行当中会不会有一些遗憾？有一个最近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弥补了的遗憾。是这样，是以山东省自主招生第二名的成绩通过了复旦大学的考试。就是差不多是已经可以是被复旦大学预录取的。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全然放松，就撒了欢的去玩。然后就折腾了一个多月，外高考呢，这时候就失常了好几十分。哦，那最后考的分还不是特别满意。对，差点把大学给玩丢了。这就是旅行带给他的所得所失。我觉得了解你的还是你的朋友们，所以我不能听你的一面之词，得看看在朋友眼中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好不好？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这个小区同学的朋友们还有同学。我看到这位学霸太牛了，但是身边这两位亲友也毫不含糊。来，自我介绍一下吧。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邮电大学的大一学生。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复旦大学的大一学生。咦，你说话的声音好甜美呀、啊！好甜美呀、啊！这样一下。我们相信，伟伟一定能够。闯关成功。哎呀，这词儿都是对好了。伟伟太可爱了，两位，这个相处了10年，这个相处了刚刚1年时间啊，都特别喜欢你。我们
高三每天周五晚上都会一起翘课去吃火锅。哦，原来考不好落下那几十分就是你干的好事儿。现在他是不是特刻苦？他很努力，像这次他来录节目都有带他的就是要复习的材料，他还说让我们两个晚上出去玩，他自己要在宾馆里面读书。天哪！哎，你真的是个学霸呀！我跟你说啊，你要懂得享受生活。那个万千的素材和灵感都是从生活中来的。对的，对的，对不对？你别一天到晚把自己一头扎到书本里面去。这个真没有，因为真的是要考试，就是生活和娱乐总是要平衡的。包括那我今天晚上带他们出去吃夜宵，你不去了是吧？这两个就拜托你照顾了。加加油吧，给我们的小七同学。来来来啊我实在受不了了，我不认识。我真的发现我越来越不懂九零后孩子们的世界了，真的。区委委，我们不打开书，我们要开门了。第四扇门，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你能给我点提示吗？没有吗？这个呀，啊，是一首歌。我谢谢你了，不然呢？好听的歌。不然呢？你能哼一下吗？跟着。哎，对了。哦，莫文蔚的歌，电台情歌。电台情歌。开门就没有回头路了啊！不回来，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嘉亮为我们演唱的这首电台情歌，恭喜曲伟伟，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哇、哦！干嘛呀？这跳的啥舞啊？你们新疆舞也不都这么跳吗？您跳的是新疆舞啊，不是吧？嗨，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电台情歌好听啊。好听。你平常爱听电台的歌吗？有时候会听。哎，我们那个年代啊，嗯，你们那个年代，咱们这个年代，我们那个年代就是特别喜欢电台点歌。作为一个少年老成的你来说，有没有过电台点歌的经历？我会默默的在心里给他们唱歌，没有点过歌。没点过。假如说让你点歌，你会点歌给谁？是不是那个你为他写了101篇故事、深夜故事的那个男生？你想太多了，我觉得不会吧。那你会点给谁？应该会给我的妈妈。嗯，为什么？因为其实是这样，因为我的妈妈是今年寒假的时候她去上班嘛，然后是上班路上出了车祸，对，然后是在医院住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然后那个时候呢，其实那时候我还特别特别贪玩，在她在住院的时候都没有好好去照顾她。还有一天我爸爸跟我说，车祸现场嘛，他第二天可以去看了一下，说如果没有两棵树挡在那个时候，那个车可能就已经翻掉了，到时候真的是结果不堪设想。然后就爸爸跟我说了这句话，我觉得让我感触特别特别的深。我真的觉得对爸爸也好对妈妈也好亏欠的特别特别多，如果真的在这有点歌的机会，我希望能给妈妈。妈妈现在身体没问题了，没有什么大碍了哈，也祝我们
小区的爸爸妈妈健康、平安、快乐、幸福。好了，接下来第五扇大门在等待你，他等你很久了，你要不要去跟他打个招呼呢？我要不要开呢？你要不要开呢？既然观众都给掌声，那就开吧。来吧，请按下门铃。这里是由正宗王老吉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选手屈伟伟正走向第五扇门，10000元的家庭梦想之地。哦，你的背包，歌名叫做你的背包，谁的歌？陈奕迅。到底对不对？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1995年，我们在机场的车站，你接我，而我不想归还那个背包，载满纪念品和患难，还有摩擦留下的图案。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烂，却成为我身体另一半，前进不换，太熟悉我的汗，它是我肩膀上的指环。谢谢梁硕为我们演唱的这首《你的背包》。恭喜薛伟伟，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哎呀，真好，你的背包也给你带来了好运，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到手了。但是刚才我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脑子也在不停地想一些问题。电视机前的90后的朋友们千万不要见怪，我会觉得说可能90后的孩子现在还很年轻，资历还不是很深，没有经历过什么大是大非，尤其是对你来说，你几乎说没有什么经历，你的灵感、你的素材来自哪里？有很多很多方面。嗯。第一个是主要是我从小在由我姥姥带大，是一个山东的一个小渔村。嗯。我觉得，就是一个孩子的童年在乡村成长的话，对他来说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福祉来说。嗯，还有呢，就是我也之前提到过，我会去旅行，而且我是在现在是在做实习记者，我会接触到特别特别多的类型各异的有意思的人。嗯嗯，然后再就是有时候我会刻意的自己去亲身体验一些东西，去找一些灵感。就是我高三毕业的时候，那时候不是有大把的时间嘛，我去我们小镇上一个工厂，就是像一个渔业公司一样，然后你先进去要穿一个消毒的衣服，然后里三层外三层给你消毒，之后就是一个流水线的柜台，你站在上面，就是有一些加工好的鱿鱼的产品、海产品放在上面案台上，你的工作呢非常的简单，就是拿一个牙签把这些鱿鱼串一串一串的穿在这个牙签上，制成一件成品，周而复始，每天工作8到10个小时。然后更要命的时候你知道是什么吗？他们不敢喝水，因为一旦喝水的话就是会上厕所，一旦上厕所就是整个要衣服都要扒掉，然后进去出来又要消毒，就会耽误非常多的时间，他们想要做更多的工作，想要多赚一点点钱，所以是整个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个过程。然后我当时是想坚持一个星期，但是干了2天实在是真的觉得特别干不下去了。印象最深的时候，那时候接触一个女孩，她跟我说她的梦想，她说她想成为一个钢琴家，但是真的现实是这样，她需要用她赚的钱去供养她在家乡上学的弟弟。嗯。而且她也在这里需要自己去生存。嗯。她就跟我看，她把她手套她那一双双手，那已经是变得特别的肿胀，已经是离弹钢琴的那双手已经是相差特别特别悬殊了，所以我当时我就
一直到现在我都特别的感慨，就是我们一直有很多正能量的说法，说哎，一个人一定要有梦想，要为自己的梦想而活。但真的很多时候，对于生存来说，在生存面前，梦想是一件特别特别奢侈的事情。嗯，然后我就之后就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篇小说，这样子。特别喜欢你这句话，对很多人来说，梦想都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的确，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身边很多人都是，别说梦想了，他其实是在为生存而战。对的。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存而去努力拼搏。他们也是值得尊敬的人。但是我相信没有任何人能说，我为了生存，我就可以不做梦。做梦是每一个人应有的权利。我们现在老在说中国梦，但它细化下来就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做的这个梦。这个梦不是虚无缥缈的，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知道那双肿胀的手可能距离他那个钢琴梦非常非常的遥远了，但是当有一天他下班回到家里，打开那个他已经尘封很久的那个钢琴，哪怕轻轻的点几下弹出一个音来，我相信他的内心都会融化掉，都会为自己的梦想而骄傲。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做梦的权利，我相信每个人在艰苦的工作当中，也希望你有所小小的释放，也希望你能够在那么一点点的分毫的间隙里为自己而梦。对的，追求梦想每个人都可以。好了，我都忘了接下来要干嘛了。对，开门。第六扇门开不开？开。开，走起，请按下门铃。完全没听出来。我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机会呢？嗯哼，求助。啊，你们快出现吧！我看他们刚才那个状态不像是能答出来的。来连线第二现场，我们的小区同学需要你们。微微，你不用紧张啊，我已经看得出来了。其实这个友情的坚定不是以时间来论的。您这十年的朋友眼神特别迷茫，但您这一年的室友似乎胸有成竹啊。你先说说什么歌？就是我不是迷茫，我是眼睛长得小看不见，看不出来眼神。你知道吗，室友，哎，这相处一年了，上下铺是吧？没有，就在对哦对面，那更好聊了。所以你感觉到这什么歌了吗？微微，我只是想说，我好像这么久的动漫没有白看。哦，它应该是一个动画电影的歌曲，然后因为是外国片，所以它的名字叫做《Colors of the Wind》。哦。然后它被中国翻唱过，是辛晓琪翻唱的《风之色彩》。Colors of the Wind， 辛晓琪翻唱过的。我天哪！你是特别爱动漫是吗？啊，就是因为我从小就爸爸比较喜欢让我看动画片。我看得出来，你说话的感觉也很像动漫呢。相信你，相信我，相信你。有一个题外话得告诉周群。哦。现在大学宿舍里几乎没有上下铺。哦，我是暴露了我的年龄是吧？没关系吧。所以你们再也没有睡在我下铺的兄弟了。对，哎，真的这话说得太对了。哦，那种情愫已经很难再找到了，只有睡在我对面的兄弟或者姐妹。我的眼睛有点晕瞎了。好吧，谢谢，千万不能瞎啊。OK， Colors of the Wind， 接受吗？当然接受，无条件相信你。到底对不对？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
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15000元。来了！哇哦，怎么样？爽！哎呀，真的是，你这个出门真的是要靠朋友啊！是的，是的，对吧？你不能自己单打独干。好多人都会觉得旅行一个人旅行会轻松自在啊，就是不是因为大家现在很多人都会标榜说一个人旅行是一个非常独到的生活方式，就是很多青年人他们都非常推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对，包括很多人他们会休学去旅行，辞职去旅行，但是我觉得这很多人就是为了旅行而旅行，把旅行贴上一种标签，好像青春就一定要跟远方挂上联系，但是我觉得其实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就是很多人是他们一旦生活中有了烦恼，他们是哎出去散散心，哎去远方走一走，哎逃离这个地方，就是逃避，对，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并不能解决任何上的实际的问题，而真正的时候你还要回来，还要去扮演你自己，所以我感觉不要被这一系列关于旅行的这一些宣传或者说一些口号迷惑。那句话也说得好，让我们一起走吧，那就是旅行的意义所在啊，我们一起走吧，让我们一起走。其实我觉得旅行有个关键词从你这里我可以提炼出来，那就是分享。是的是的是的，真好。所以没事啊，多带爸爸妈妈去旅行，你尝试一次之后你就会上瘾，带爸爸妈妈旅行是一件让自己特别有充实感和成就感的事情，相信我，就是好把你最终的快乐分享给你最爱的人。所以你现在也差不多能够带爸爸妈妈去好多地方玩了，是的，15000。是的，是的。接下来你要做出决定，第七扇门咱们开不开？我还是别开，听大家的。听大家的不开是吗？对，因为我觉得这两扇门给我的更多的是一种新奇，更多的是一种未知的东西。我希望把接下来两扇门留给我今后的生活。对于95后的屈伟伟来说，这个世界还没有真正的打开他的大门，你还有太多的新鲜的体验要去发现，要去探索。所以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会特别羡慕这些年轻人，因为他们有大把的机会和时间去感受这个美丽的新世界。但是要告诉你的是，就像你之前说的，要把握好每一个时机，要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和他们一起去分享你发现的感动和快乐。对的。所以你的决定是不闯了。我要带着这笔钱回家和爸爸妈妈分享。好吧，那我们就尊重你，恭喜你获得了1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谢谢。感谢正宗王老吉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谢谢你来到开门大吉。谢谢小林。谢谢大家。王老吉开门大吉，今天的开门大吉就到这里，也希望电视机前的你同样美梦成真。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尼格买提在这里等着你，下期见。丰富的文史哲知识、中医药知识、历史知识、地理知识以及兼容并蓄的百科知识。